一个有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，今年要庆祝独立70周年。少年的胜利哦！我的旅程的盘山过岭5000英里，要去一个泱泱大国、较偏远、搁料想未到的所在。哇，这实在足壮观呢！对拉加斯坦邦的沙漠骆驼，我的头一撮骆驼呢，到加尔各答的哈信列车。恁生活伫足困难的世界，伫遮恁是查甫囡仔，恁是查某囡仔。我袂行入去印度人的立厝 party， 体验矛盾对呛的千变万化。真是的呢，真会搭搭弟弟，拢有现代印度足迷人诶。袂歹哦，你是真好诶啦。足多谢你，免客气。欢迎来到印度。